活螃蟹给它下锅，哇，都是活的。哎，别跑，大螃蟹煮了给它，正好。今天来吃万仙岛海鲜自助，这都是海鲜类的，65一个人。看着啊，亮点，螃蟹是活的，是活的吧？这螃蟹活的。这边有卷肉类的，熟食类的，看看都有啥，小龙虾、鸡肉，哦，这个也是虾，哇，猪蹄子，这个我喜欢。这家店其实我来过，改名字了。你看这凉菜类的，东西蛮多的，这边都是烤肉，很多种烤肉，看一大排炸的东西，饮料类的。来，兄弟们，活螃蟹一定要使劲捞。65的都是我大螃蟹到身上，不是拿了10个大螃蟹，还有40个生蚝、皮皮虾，还有猪蹄。螃蟹的个头还可以，蛮大的。生蚝有这种开的，有这种不开的，还有皮皮虾。活螃蟹给它下锅，哇，都是活的。哎，别跑，大螃蟹煮了给它，生蚝。哎呀，先把猪蹄给它漏了，哇，过瘾吧。有点微微的辣，啊，过瘾。再加，啊，皮皮虾给它下锅，大螃蟹，捞螃蟹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挺黄的，有这个黄，蛮入味的。我本来点的是不辣的锅，老板给我上了辣的，可能搞错了，但是这里面不是很辣，跟这个蛮配的。哇，兄弟们，哎呦，吃错了，这黑的不能吃，黑的吃的苦，把这个黑皮给它搞掉。蟹肉啊，蟹肉还不错。哇，今天是我吃螃蟹以来应该是做的味道算是比较好的一次，味道已经进入到这个螃蟹里面了。你看这个膏，没有煮成型，我就忍不住饿了。
哇，这十个螃蟹啊，基本上回本了。唰，知道吗？好吃。来，我们炫生蚝，那里面还有一锅在煮，先炫这个。哦，皮皮虾还没吃完，哎呦，先把皮皮虾吃完。有那么多遗憾。吃生蚝就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容易搞到这个里面的沙子，一定要注意你们。不断。马上就下班了，我随便拿点烤肉，还有这个串儿，还有这个东西。哎呀，今天要吃过瘾。蘸上酱吧。哇。嗯，给你们避一个雷啊，吃自助餐这种炸的东西千万少吃，两下子就饱掉了，我跟你们讲。吃了这么多菜，这个是最平淡的。还是没吃饱啊！用餐最后不喝点粥，感觉这一趟这个用餐旅行不够完美，然后再来一盘这个，随便垫垫吧。他们已经下班了，我也不好意思，老板估计看到要崩溃了。来，来口粥，有妈妈的味道。吃了半天其实都是空的，哎，用这个垫垫。
我说我这个饭量还行吧？行。来。走嘞。嗯，好好，谢谢你。麻烦你了。老板不会亏吧？啊？老板不会亏吧？现在自己亏。是吧？大姐说老板要亏了，我们少吃点，吃点米饭垫垫吧。这个要下班了吧？要紧，你吃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大姐，我赶紧吃，也不能耽误了。你不要紧的，我们现在也知道，我们现在在经理睡觉。嗯，好。你吃一点。啊，行。你来的晚呀？嗯，来的晚。我说我没吃饱，你们信不信，兄弟们？又搞了一碗这个酸辣粉丝啊，然后又拿了一个这个烧饼，我真没吃饱。喂。实在不好意思吃了。啥时候回去？在外面点。